哇哦，有人在草丛里发现一只兔子捏捏乐，把它剪开，竟然发现里面有一只黄金小兔子，据说带上它就能长出一对兔子耳朵，太神奇了。哇哇，可爱的小兔子捏乐里居然藏着黄金小兔子，还能让人长出兔耳朵，不行不行，这么好的东西我也要有，这个就小白兔。我回来了，买到了六只小兔子，就剩下这几只了，我全买回来了。三只小白兔，三只小粉兔，看着好可爱呀、啊。赶紧开开，看看能拆出什么宝贝吧！太漂亮了，先来哪一个好呢？要不先来个粉色的？哇，长长的兔耳朵，好有弹性啊！喂，还能长长哦，它后面还有个小尾巴。让我们来看它里面到底藏着什么好东西。哇，一个蓝色的，哦，又一个粉色的，还有吗？没了，看看是个什么东西。一只粉色的小兔子，这个呢也是一只小兔子，它们好像是一对情侣兔子，看着很般配的感觉。哎，可恶，上来就被他们嗅到了。那第二个就来只小白兔吧，这只小白兔看着太萌了。让我看看你里面藏着什么宝贝。喂，好哦，一个小黑点点，这是什么呀？哇，好像是个白色的，这是啥呀？白色的兔子吗？感觉好瘦啊，先放着啊。还有吗？这里面没有，这里面也没有，就这一个啊！是一只白狼，它可是专门吃兔子的呀。又轮到粉兔子了，第一只粉色的里面拆到了一对情侣兔，那你里面会有什么呢？我好像摸到了耶，赶紧打开看看。喂，哇，粉色的，还是透明的？是透明的小兔子，耳朵好大呀！还有没有啊？喂，哇！又一只绿色的，看看还有没有。没了，里面又是情侣兔吧？不不不，应该不是，我觉得他们应该只是普通朋友，大家说是不是？下一个又轮到小白兔了。哎，我才发现他的耳朵还可以这样。喂，这样也好可爱呀。不玩了不玩了，赶紧拆开看看吧。喂，哇，绿色的，哎，看着好像一片树叶呀。还有吗？我看到了，又是绿色的，哇，不是哎，看这颜色就知道了，胡萝卜。还有没有啊？这里面没有，这里面呢也没了。这小白兔还挺会吃的嘛，继续当小粉兔了，直接开拆，来喽。哇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水晶球吗？先放着，先放着啊，看还有没有。这里面没有，这里面呢？也没有了，这下面真的很像个水晶球哎，很高级的感觉。里面还有一只白色的小兔子，这应该是个项链吧？哎，这怎么那么松啊？哇，它还会发光，还是彩色的光。关上灯看看啊！哇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哦，下面像宝石一样。还剩最后一个了，一定要让我这个黄金小兔子呀！一定要有，来喽，回。怎么还没有出来呀？没东西吗？看这里面有没有？这里面没有哎，那里面呢？哇，有哎，金色的，真的是黄金小兔子，我这是要发呀！哎，对了，不是说还能让人长出兔耳朵吗？给它配个红绳，戴在手上试一下啊。没什么感觉呀。哇，真的长出两只兔耳朵，上面还有爱心呢，太好看了！哇哦。有人在石头堆里找到一块灰色的石块，打开在里面发现了彩虹宝石，据说带上它就有机会看到彩虹，太神奇了。我的个天，这里面还有可能挖到彩虹宝石啊，这个太漂亮了，一定要让我挖到呀，给你挑啊。一共是十个灰色的图块，那我们这次先从这边来，你们猜一下我第一个会挖出什么。它是如半椭圆形的，我们还是先从这个上面先把它找到再说。怎么还没有出来呀？换个面，从底部看看。哦，原来你在下面藏着的呀。这个好像是黄色的，挖出来看看啊。哇，好大一块！这不就是我们平常见到的那种大理石吗？还费我那么大劲把它挖出来。看看第二个能挖到什么吧，这次要来一个好一点的呀。挖到了吗？这个地方都挖不动，和这土块一个颜色。挖到了一个天河石。好小啊，还有点亮晶晶的，通常被用来做雕刻品，有的也可以用来做翡翠的替代品。
但是我这个品相不行呀，这个是用半透明的，用灯光一照好漂亮啊。继续。哇，找到了。这是个啥呀？这到底是不是啊？上面好多孔。我们是火山渣，听着名字就知道它是由火山喷出后冷却形成的。挖四个。在土里面看不出来像什么哎，怪不得看不出来像什么，原来是白水晶，洁白纯净，美好的象征。第五个，这个是不是不在上面呢？哦，刚说不在上面，就发现了。呀，不是的，还是从下面找找吧。下面也没有，不会是个空的吧？哦，哎呀，终于找到了。颜色没有那么多，让我仔细看看啊。哦，这个是影石，据说有的在紫外线的照射下还可以发光。我照了一下，我这个不行耶，就是用灯光一打，翠绿翠绿的，好漂亮啊！还是接着挖吧。有了有了，这个还蛮大的耶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黑不拉几的，还透着一点金。问一下这是什么？宝子们，你们猜这是啥？它竟然是金矿石，只不过含金量非常低，所以看着比较黑而已。我这是要发呀！用灯光一照，金灿灿的。第七个，找到了，上来吧！哇，挖到一个粉水晶，这个还蛮不错的耶，它象征着爱情。第八个，哇，这个一下就挖出来了。哎呦喂，好大呀！这是最好挖的一个哎，出来了，又一个大理石，我还是红色的，看着还不错哎。第九个了，这怎么看着像黑色的呀？这不是黑色的，是这种深蓝色的，这个是方纳石，又称蓝纹石，颜色好好看呢，但是价值不高。最后一个了，能不能挖到彩虹宝石，全靠它了。话不多说，开挖。哦，找到了。让我们挖出来看看到底是不是啊？不是的，是个红碧玉，它是可以用来做珠宝的宝石，质地非常的硬。不过没关系，虽然说没有挖到彩虹宝石，但是得到了金矿石，还有粉水晶，也还不错啊。在一片很晒的沙滩上，有人在里面挖到一块上等天然矿石，据说非常珍贵，还有可能会挖到稀有玉佩，太神奇了！妈呀，沙滩上不仅有贝壳，还有可能找到稀有玉佩，那还等啥呀？我这就去找找。拿来我的小桶，宝子们，我现在已经出来了，外面好热呀！哎，那个人好眼熟啊，这不是小黑吗？小黑，你干嘛去了？刚才我去沙滩挖了一种沙子，听说里面能找到好东西。那你这种沙子能送我不？肯定不行，这可是我辛苦挖的。那这样，我用我的这桶给你换。你的这桶也是沙子吗？我这桶不是沙子，但肯定是好东西。那好吧，给你换吧。宝子们，我要快点走，我给小黑的桶是空桶，等一下小黑发现就完了。哎，奇怪，怎么这么轻啊？我看看，啊，空桶，里面就一个铲子。我回来了，赶紧来找找小黑的这桶沙子里面有什么好宝贝吧，我把铲子倒出来。这刚倒出来就看到两个，好大呀，一个是贝壳，一个是海螺。拿出了祖传的小耙子，我们来找一找，看看能不能找到稀有玉佩。我们先从这最尖上找吧。一个蓝水晶，但这个好小啊，接着找啊。又一个黄水晶，也是个小的，不值钱。又看到两个，这还越来越小。这个呢，哇，这个大一些，它是红色的。哎，这旁边还有，现在挖出来。哇，这个好大呀。哦，你还挖出来两个三个。你看，这都是小的。这个红色的是红宝石哎。这个好像路边的石头啊，也不值钱。这个红宝石红的像个水滴一样，它象征着美好与永恒。来，我们接着找，往这边扒一扒。又一个小的，我这就看到两个，都是小的，还是继续扒吧。这又两个，这两个也不大，这又来一个大点的呀。咦，又一个，哇，这个大，又找到一个蓝宝石，它寓意着坚贞与忠诚。红宝石、蓝宝石都让我给挖到了耶，下一个会不会是玉佩呢？哎呀，这里面好多小的，这小的就直接拿出来吧。
白色的，这个看上去还蛮大的呀。嗯，这还有一个，都挖出来。哇，这里都好漂亮啊！一个是玛瑙，里面是这种条纹状的，看着像玻璃一样。但是这个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，是这种纯白色的，它形状也很独特，像蒜瓣一样。你们有知道这个是什么的吗？接着挖啊。嗯，哇，让我找到一个海螺，继续找。哎呦，又看到了，但是不知道是大的还是小的呀。感觉这个蛮大的耶。找到一个黄水晶，还有两个不同颜色的宝石。黄水晶象征着财富，这叫发财的节奏呀。接着找。哦，还有一个贝壳，哇，一下看到三个哟。这个好像是很难渐变的耶，这还第一次挖到。哇，海螺，好看。咦，我好像碰到一个东西，就看那个形状应该很大吧。哇，这没有挖出来。哇，居然挖了一个这么大的玛瑙，它象征着富贵吉祥。现在也挖一半了。感觉这个小耙子还是有点慢的，而且还容易漏掉。嘿，还是换那种更有效率的漏铲吧。我们直接这样一铲，然后在这边一塞，这样效率就快多了。是不是这个怎么感觉像？算了，我不说了。你们说现在干嘛？哇，你们看，瞬间就塞出来了，好快呀！上来就塞到一个瓶子后，但是这个黑色的是什么呀？这个形状也像水滴一样，还是继续塞吧。这个也算一个绿色的海螺，还有一个贝壳，有两个大的，这个又像路边的石头，但是这个就不一样了。它和刚才这个是不是刚好凑成一对？哎呀，这次塞出来都是小的，我看到这个大的，真的就这一个大的。又找到一个绿水晶，是生命力和活力的象征。继续找啊。还剩这一点了，我们把它扒在一起，一下子全塞了吧。哇，有个绿色的东西，真的找到玉佩了。还有一点，没了，真的找到玉佩了，太好看了吧。它这两面都有图案，用光照一下啊。哇，这个光这么绿，肯定是个好玉佩，敲一下。嗯，这声音怎么感觉听着像塑料的呀？不会是假的吧？我的天呐，有人在买到的玉米里发现一个玉米捏捏乐，把它打开，居然在里面发现了一桶爆米花。据说把它放在金色的水里泡一晚，就能变黄金爆米花，太神奇了！不是吧？玉米捏乐有机会找到迷你爆米花，在金色水里一泡就能变成黄金爆米花。刚好我看到楼下超市有卖玉米的，我也赶紧去买几个玉米，看看有没有玉米捏了。小伙伴们，我回来了，我买了一根玉米，老板送给我六个玉米捏了，太划算了。咱们现在就来打开看看里面能找到什么大宝贝吧。哇，这玉米做的好逼真啊。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吧。它外面这层皮是可以剥下来的。哇，这玉米粒好漂亮啊，可以完全扒掉。这个皮好有弹性啊，来看它里面到底有什么。嗯，记不动了。怪不得记不动，原来有东西堵住了，是一个玉米食丸。还有没有？哎，又记不动了。哦，我看到了，跑得好远呢。又一个，还有没有？挤得这么顺利，应该没有了。没了，这是两个很普通的玉米糖食丸，做的还挺逼真的耶。来，我们继续，这次我们直接把它皮都扒掉，从中间剪开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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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这也有一个，这什么呀？又一个，还有没有啊？
这也是吗？摸着是硬的，都混为一体了。喂，还有一个，没了。原来是一粒一粒的爆米花，这种应该是焦糖味的吧？这种白色的应该是奶油味的吧？一下子爆出来五个，这产量真高呀！接着来，喂，哇哇哇，又来了。这是啥呀？好像是个链子呀，这么长。哇，这看着也像个玉米耶，再放呢？再没有了，真的是一个项链，它上面是一个烤玉米。在上面烤到已经焦了呀！来，戴上它。还挺好看的。接着来，这些竖着呢。看看这里面有什么？哇，好稀呀！咦，这好像有个东西，出来吧。灰色的，这是啥呀？这是老鼠。老鼠不是吃大米吗？玉米也吃啊。还剩最后一个了。我还没有拆到迷你爆米花，快来给我点个小心心加油吧！来吧，让我们一起看看。哎，堵住了！哇，真的找到一桶爆米花，放着，还有没有？哇，又一桶，这是要发呀！还有没有？没了，你们看，和视频里一模一样。现在就给它们泡在水里，但是我们有金色的水，不知道这种普通的水能不能泡出来呀？给它盖上。现在是晚上12点，已经泡一天了，咱们看看泡出黄金爆米花没有。来喽！喂，怎么变成了一个呀？还是黄金的，就是这一个都开始大了点，但是我这两桶只泡出来一桶，感觉还是有点黑呀。哇哦，有人在草地里发现一只迷失的小鹿蔫蔫了，样子非常可爱，把它打开，还在里面发现了钻石仙鹿，据说带上它，小鹿就会和人亲近，太神奇了。真的呀，在草地里发现了小鹿蔫子，里面有可能藏着钻石仙鹿，还能让小鹿和人亲近。哇，这也太好了吧，我赶紧去草地上找一找。这里有一只，又一只，这里有两只。宝宝们，我回来了，咱们每周都有6只小鹿，有棕色的、紫色的、粉色的，还有绿色的，胖嘟嘟的好可爱呀！现在就来打开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吧。这个绿色的和棕色的都有两个，那我们先来一个棕色的。它这个坐姿好乖巧呀，它脖子里面还有一个项圈呢，蛮漂亮的，捏着软乎乎的。这手感是不错，但是我怎么没有摸到东西呀？赶紧来打开看里面到底有没有。喂，这一下都挤完了，没有看到东西啊！先看里面，空的。这里面呢？仔细的找找，啥也没有。我这什么运气呀、上来就是个空的。大家给我点个小心，鼓励一下吧！希望我后面都能看到好东西。那我们再来个绿色的。这个绿色的加上这个紫色的点缀，这也太漂亮了。这个鹿角捏起来肉肉的，好舒服呀。长得这么漂亮，应该有好东西吧。来，那我们一起看看啊。怎么又没看到东西啊？这不会又是个空的吧？先看看里面有没有。空空无比。这里面呢？我摸到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像是金色的。哇，是黄金鹿角，上面还有一颗宝石。大家的小心真的是太给力了，这才第二个就爆出来一个这么好的东西，太好看了。来，我们继续，这次来一个紫色的，太可爱了。接着看，喂，这次又会有什么呢？我看到一个，现在挤不来了。又一个，哇，两个了，没了。看看这是什么啊？这里面没有。这好像是小鹿宝宝哎，也是个紫色的。这是个什么呀？也是小鹿宝宝，黄色的。这还藏着一个绿色的，没了。这个小鹿也太能生了吧，一胎就是3只鹿宝宝。再来这绿色的，这次我们就直接开拆。喂，看看它里面有什么好东西。我已经看到了，还有没有？都挤出来，没了。这里面呢？就这一个，这是个啥呀？看上去像半透明的。这是眼睛吗？鹿角，另一个鹿宝宝，
它那两个眼睛大大的，好萌啊！不过看着它的身体的材质蛮特别的耶。关上灯看一下啊。哇，居然是夜光的！太漂亮了，粉色的还没拆过呢。那这次来个粉色的，让我看看你里面有什么。嗯，全挤出来了呀！不会又是个空的吧？打开看看里面，确实没东西。这里面呢？这个东西，金色的，好小啊！哇，原来是黄金梅花鹿，粉色的小耳朵，还有身上的小点点，这一看就是梅花鹿啊！还剩最后一个了，能不能找到钻石仙鹿就靠它了。来，姐姐快点，看看到底有没有。嗯，又没看到东西。咦，看到了，这好像不是的呀，黄色的，这是啥呀？嗯，这好像个甜甜圈呢。看它的头，好像是那个什么鹿，就是脖子很长的那种，很熟悉，但就是一下想不起来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有知道这是什么鹿的吗？有人在小卖部买到一个白色草莓捏捏乐，把它拿到太阳下，居然变成了紫色。把它打开，还在里面发现一个黑色草莓，用水一浇，立马变成了红草莓，实在太神奇了。哇，这么神奇的吗？白色草莓放在阳光下，居然还会变色，而且里面还能找到会变色的黑色草莓。这么好的东西我也想要呀！这去小卖部，宝子们买到了，在小卖部买到六个白色草莓捏乐。它好像已经开始变色了，然后眼光下看看，颜色越来越深了，全都变成了紫色，好神奇呀！哎，下面还是白色，一见光就变了。咱们赶紧回去给他们打开找找，里面有没有黑色草莓。哎呀，变得好快呀，刚回来全变白了。这个捏起来还挺软的，好舒服呀，上面还有小叶子，好有弹性啊。来，从下面剪开，出来了。哦，看到了，红色的，呀，它这是透明的呀。看红色的是什么？哇，找到一个迷你小草莓，还有没有啊？咦，这还有一个，还有没有啊？哇，还有一个，接着找，没了。这一次就找到三个草莓，还不错耶。再来一个，那这次从中间捡。喂，嗯，没有看到东西，你看这里面也没有了，看这里面有没有？哦，有哎，又是红色的。这个大一些，这是什么呀？哦，原来是个草莓披萨，它这个草莓形状的盘子好好看的，上面还有一个勺子。我的天，这拿在手里就想捏。摸到个东西，给你打开看看，从叶子这捡。喂，这是指定要出来了吗？哇，又是红色的，不会又是个小草莓吧？嗯，这还有白色的，还有没有啊？没了，原来是个熊猫，但它的两个耳朵是两个草莓耶。这也太可爱了吧！我这找到的草莓都是红色的，但是我的捏的都是白色的。它这个必须要在阳光下才会变色。咦，我们用紫外灯给它照一下看看。哇，瞬间变成粉色了。哎呦，这个时间久了就会发紫，全变了。这边没有找到的还是白色的，那我们来一个变色的看看。这看着还挺漂亮的耶。来，给你打开看看啊。它已经慢慢的变成粉色了。哇，看到了，看看这是什么啊？咦，这还有一个粉色的，这是什么呀？来放着，这是个什么？哇，你是找到两个，一个粉色的巨无霸草莓，还有一个是粉色的小兔子拖鞋。虽然说这个草莓也蛮大的，但是不是我们要找的黑色草莓，还是接着来吧。它就全变成白色了，算了，我们还是直接拆吧。嗯，这个是空的吧？这里面没了，看这里面有没有啊？哎，有东西，一个瓶子，还有没有啊？没了，原来是一瓶草莓果酱。这么大个草莓就出这么点果酱，这也太少了吧！再来一个，哎，这个拿着好有分量啊，感觉靠谱哎。先给它变个色，已经发紫了，看看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啊？哇哇哇，这么着急，那你出来吧！哇，好大呀！黑色的，第一次找到黑色草莓了，拿着还有点重量哦，给它淋上水试一下，看看会不会变色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我淋上水它不会变色呀？哇哦，有人在树上发现一只树懒捏捏乐，外表非常的可爱，把它打开，还在里面发现了钻石闪电项链，据说戴上它就能增强速度，太神奇了。对不起，
树懒捏到里能找到闪电项链。这树懒不是出了名的慢吗？它怎么会有闪电项链？不行，我要去树林里找找。宝子们，我回来了，在树上找到了6只可爱的小树懒捏捏了，一共有3种颜色。你们看它这个坐姿，好乖巧呀。这里面粉色的最多，那我们第一个再来一个粉色的吧。我发现它那个嘴好像有点歪耶，但是笑的还是蛮开心的。你没看到它那个脚好小呀？哎呀，它那个身子好鼓呀，摸着超级软。让我们看看有什么，来吧，它这个动作应该是不是这样啊？不行不行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哇，一个绿色的，这什么呀？像个扇子一样，先放那。还有没有啊？这都快没了，看看里面空了。原来是一片树叶，树懒的食物是吃树叶吗？而且里面只有这一个，吃的也太少了吧。那看看橙色的里面有什么。这个里面怎么有点怪怪的呀，有点往上哎。来，我们给它变变。这看着就舒服多了。哎呀，不管它了，看看里面是什么。来吧来吧。哇，一下子全都挤出来了，关键是我这没有看到东西啊。空的，为什么也没有啊？在这里面找找。黑色的，这是啥呀？哇，是一直在吃西瓜的树懒，吃的好开心啊，看到我都想吃西瓜了。继续，再来只粉色的，这个长得还蛮标志的。开开，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出来了。我看到了，还能挤出来啊？没了，看看是个什么，红色的。这还有轮子，哇，是一辆汽车，这还不是普通的汽车，这应该是赛车吧？跑起来还挺快的。这车树懒能开吗？不管它了，我们继续。这个拿着有点重哎，让我看看里面是什么。我看到了，出来。哇，好大呀！我的天，没了，这是个啥呀？灰的，这是尾巴吗？等一下洗一下啊，这里面还有没有啊？没了，哇，原来是一只在吃松子的小松鼠，还蛮可爱的耶。这尾巴好粗啊！它和树懒应该是好朋友吧？来，让我们看看你里面又会有什么好东西。来吧，哇，我看到了，这个地方。出来吧，粉色的，再看看里面还有没有？没了，这里面呢也没了，就这一个。这是个什么呀？好像是一只蜗牛，真的是一只蜗牛，好漂亮啊！它的房子是粉色的，上面还有鲜花，装饰的还挺好看的。还剩最后一个蓝色的了，能不能拆到闪电项链就靠它了。你说你长得这么可爱，一定要有，来吧。到底有没有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啊！有东西，哇，什么东西啊？好像不是项链哎。都挤出来，这里面还有没有啊？没了，这不会是个大树懒吗？这是树懒吗？长得不太像啊，但我想不起来它叫什么名字了，只是知道它和树懒一样了。宝子们，你们有知道这个可爱的小东西叫什么吗？有个小伙子在地里发现一个西瓜捏捏乐，把它打开，在里面找到一个钻石小西瓜，据说只要能把它切开就能得到金色西瓜肉，还有很多小钻石，非常的漂亮。感觉就离谱，西瓜捏乐里找到了迷你小西瓜，把它切开还能得到西瓜肉和小钻石。刚好我记得我们的小卖部就有卖西瓜捏乐的，我得给你送白去。宝宝们，我回来了，现在小卖部做活动，我没忍住直接买了一整盒11个西瓜捏捏乐，感觉这次应该有很大机会能找到西瓜钻石，给你来找一找吧。再从左边来一个，哇，捏得好软啊，变成一个长西瓜，扁西瓜，一剪，哇，瞬间就爆出来了。怎么没有看到东西？这里面没有，好像什么都没有，空的。没关系，第一个找不到也正常，我们接着来。捡，哇，瞬间就爆了，这个怎么好像也是空的呀？都挤出来。
有东西呀、啊，这是什么呀？还有没有？这里面没了，看这里面。哎，这还有一个，原来是两个西瓜接地啊！这也太迷你了，很难发现的好吧？不过总比是真的强的。那这次该你了，这个里面就会有什么好东西呢？不捡，不捡、哎，这么坚强的吗？我还不信呢，瞬间出来了，又没看到东西，淡定，再来找一找。没有，这里面呢？这好像又是一个空的，怎么回事啊？再拿一个看，仔细捡，千万不要是空的了啊！哦，有东西，这是什么呀？红色的，下边呢？还有没有啊？找到了一个西瓜形状的雪糕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每次都是一个空的，一个有东西。那我这次直接来两个，应该会有一个有东西吧？先缓解一下压力。再捡，再捡，出来了。目前还没有发现东西，先看里面。这个没有，这个呢？也没有。看这里面啊。啊，两个都是空的。果然太便宜出不来好东西，还是一个一个来吧。不捡，哦，有东西，绿色的，我一找到钻石西瓜了吧？不是钻石西瓜，原来是个弹力球，它还有表情，看它的表情好像很生气的样子，感觉还是一个一个来运气好一些。我再来一个，来吧。嗯，这什么呀？好大呀，又是红色的，哇，好大一个西瓜果肉。上面还有两个西瓜子，开了这么多，感觉这个最划算了。而且连开这两个都有东西，感觉好运要来了。我们再接再厉，出来吧！这个挤出来的过程看着好治愈啊。等等，我都挤完了呀，没有发现东西。先看看里面，空的，又是一个空的，还剩最后两个了，还没有找到钻石小西瓜呢。大家给我点个小心心，激励一下幸运值吧。咦，怎么感觉这两个比前面的都要重一些呀？看来有希望。嗯，那就先开你吧，这个会不会有呢？不捡，看看啊。哦，哇，这应该是钻石西瓜吧？不是，它就是一个普通西瓜。虽然它做的真的很像真西瓜，但是没有钻石西瓜珍贵呀。最后一个，能不能找到钻石小西瓜，就靠你了。到底有没有呢？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啊。哦，我看到出来的东西。白色的，不是西瓜，这边是幻彩的耶，应该是个好东西，是一个爱心宝石耶，还是幻彩的，绿色里面还透着红，看它这菱形切面好漂亮啊，感觉这个也不比钻石西瓜差呀，